训导处报告，训导处报告，三年二班周杰伦，你每天吃喝玩乐，新歌也不写，新专辑也不出，干什么你？马上到训导处来，马上到训导处来。你妈了，干嘛跟着我？你有病啊？没有，那再见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你，你那天说有什么秘密想告诉我？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你刚刚一定喝了芝士茫茫超大杯去冰半糖，你他妈为什么不帮我也带一杯啊？真小气啊你！哎，这是我的脚踏车，哎，你干嘛偷我车？你不要搞我！喂。我顺路送你。你怎么知道顺路啊？怎么突然下雨啊？你没带伞啊？嗯。哼，谁叫你不给我买奶茶的？淋雨去吧你！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村儿，我是这个村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。你看村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。奶茶搬家啦，买一送一，免费送珍珠，前十名无限续杯哦！哎，奶茶，我的奶茶，我的奶茶，我宝贝奶茶，走喽！哎，你刚刚在我们班有看到一个女的吗？女的，就是每天都偷偷亲我那个，偷偷亲你。神经！你每天抱着杯奶茶在那亲？就是啊，他不会把奶茶当女朋友了吧？那也太夸张了吧！这真的可能吗？难道说爱上了一杯奶茶？不是一杯啊，你是爱上了所有奶茶，台式、港式、美式、泰式奶茶，你都爱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能不能救救我？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快告诉我！唯一的办法就是。明天就出新专辑。哎呦，还是老规矩好不好？点赞越多，更新越快。一定要认准原创咒士父啊，懂我意思啊？